独享的搭计程车补贴优惠，过去直接发放纸本乘车券，现在宣布全面一化，下载新北市专属 APP， 线上就能完成支付。纸本还要签名，然后要写金额什么，然后我们可能上车之前还要填资料，像你 APP 直接用扫的，我就会觉得好像逼一下就好了。新北市从2012年全国首创产检计程车资补贴推行至今，已服务达9万人次。现在结合线上服务，让孕妇不必再拿券领券，省去麻烦。每趟最高可补至200元，可补至20趟，只要年收入不超过150万，都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优惠。只要涉及在新北市的孕妇，包含陆配，都能享有计程车补贴。目前与6大车队配合，初期采纸本乘车券及电子车券支付双轨并行，预计明年6月将全面转成线上支付。记者林欣贤、王安宁，新北市报道。